Hello，Hello， 我是阿怪，今天要介绍元气小师妹。元气小师妹是由 Spring Game 独家代理，奇趣江湖冒险的手机游戏，号称约20万人预先注册，采用激萌的 Q 版画风，造型精致可爱。而进入游戏后，就有一股浓浓的味道出现啦，对，就是免洗味啊。而一开始可以选择两种职业，女生角色是云瑶，男生角色是金云。而战斗采用的是即时 ARPG 模式，而角色大部分都可以使用范围技能，在游玩到22级之后就会开启变身系统。在使用变身之后，人物就会变成超大的 Q 版人物，而自身的属性也会有所改变，这算是游戏中比较有特色的地方。而目前游戏在10月3号就正式上市啦，有兴趣观众可以去试看看。那让我们看一下游戏的画面吧。好了，我们要开始了。我们将游玩这款游戏叫做《元气小师妹》，是由 Spring Game 独家代理。然后它是一款 Q 版的可爱画风手机游戏啊。他说冒险江湖等等之类的一些介绍名词，但因为我在网络上查了之后，真的没有任何的资料，就是连一些画面都没有。没有画面就算了。感觉起来应该会免洗啊，真的感觉起来应该会免洗。结果刚进来画面，我就感受到一点点的免洗，免洗味出来了。他说他要给我们一个最优质、最浪漫的武侠世界。你得了什么病？现在目前为止，我只滑屏，其他都没有，其他画面都没有在动。也要叫地盘绅士啊 ！VIP 指什么厨手厨好礼？我要翅膀跟坐骑啊！没有什么事情是办不好的。好吧，浓浓的味道出来了。我得到宠物了。人临人不知，明月来相照。我们这样看，一玩十分钟应该会很快就类似30级、40级了。只要你不惹是生非，我会保证你的安全。外面可是很危险的，我建议你还是乖乖待在这里。这个月收入平平，日子可不好过啊。战力已经3800了。把你身上值钱的东西都拿出来。好多人在打。放心，有我挡在你前面，你不会有事的。干，又出点小钱。目前感受到现在玩了大概5-6分钟，没有一点那个啊，有特别的东西出现啊。变身，我终于有一点比较厉害的东西。
头顶还比我小一个。遇到我，算你运气不好。勉勉强强啦，有一个。有一个变身系统。我可是见过不少名画的真迹，我随手就能画出一张来。为什么变这么大一个？这点小事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又变回来了，变回小只人物。我自幼饱读诗书。你可以随便考我。相信我，买下这店铺肯定不会吃亏。孩子啊，觉得累就回家吧。是的，是的，又变身了。说的都对。看来你是被打得少了。今天的游戏就介绍到这啊！如果还更多的未上市游戏，或是更多的新手机游戏资讯，我也会再通知大家。也记得订阅我啊！我是爱玩搞怪游戏大怪，我们下集再见啦，拜拜。